清朝的时阵，施德藩的安祖施修拢去浙江讨生活，对遐带倒来制作肉脯的技艺，带伫村的内面开设了肉脯店。从此以后，这项功夫就一代一代传承落来，到的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啊。秉承传统技艺制作肉脯用的猪肉，拢是精挑细选。听讲，咱的船这个叫做五花虾咧，有的叫三鲜虾，有的叫中虾咧。啊，咱一般是伫名称五花虾咧。咱的船伊会肥甲正啦，袂做伤正哩，伤正歹食啦。主要还是咸度，无这个咸度，你就看你功夫偌好，你都做袂得起来。哦，因为阮种的是烤虾干，唔是烤配料的，所以说阮是烤虾的口味来食纯。这个熬肉各方面哦，有遐个味素起来，所以说遐一定是选好的，选鲜度的。所以说哦，临时几点钟来，就来到阮松山区嘞。